冠亚军，赢得打冠亚军。现在已经交叉了吗？现在对一打二。买个配置。很上钩的。小叔那天到底教了你们什么？小叔到底教了你们什么？小叔教了好多，还有什么八字命什么？哦。那个。European 球。什么 team？ 什么 team？ European 哦。European 哦。哦。小叔现在该打 European 了吗？他本来他都会，他都打。没有，他现在又换回来。没有，是那个啊。拜托，我赶紧主打优优片给你看，我已经受到贝诺的真传了。有啊，我刚刚才 po 上网的路上啊，你可以看，我录影。我才看三段而已。没有，不是，那是比赛。我说他后来事后有教我们怎么，那个教我怎么推那个，但是跟你的不太一样。我觉得你的比较自然。我觉得我的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啊，因为我后来发现说，我觉得比较快，那个姿势跟。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回推回拉吗？你的拉有吗？我是应该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但是我就是在打脚球，然后把它修成直球。哦，我懂意思。敲到脚边了。那这样很难呢。罗宾原地如果手稍微放开一下，这样有算吧？没有，跟放开没关系。重点是球到球以外，人的旋转。像其实你后排有时候你会翻啊，有时候快要犯规了。哦，就那个其实很理解。对，那个主要是你的球嘛，碰到球之前不能转360度。碰到以后。对，那两个不用相加，但是你那个是碰到之后快要转360度。你就想，只要你从这边出发，你打到球以后又回到原点的时候，其实就360度。对，因为你不是用并球的。有时候并也可以打，直接打零地。对，直接抽起来就好了。抽单慢一点，直接抽起来。像伟忠他的他其实比斯那个慢，是有点把它勾上去，然后把它转，然后把它拔出来。他我的方式是改成那种这样，我往下抽，然后这边我往下抽一个扣子就变成那个了。所以你这样怎么打？就这样子啊。没有，拼好球，手滑下去，手滑下去。难怪你会速比较慢，因为你这样子没办法，你这样没办法，拼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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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一拍多一拍。没有，我现在的目标是先打两侧。没事，为什么不直接先放开一下？对啊，为什么不要？就直接像我这样奇怪啊！可是我觉得很容易就没抓好，或者没抓好，还会老。不会啦，那个重点是最后面抓一下，抓了一下不要抓下去，要用力抓下去就好了。招式的设计是说，我要先练人的前面的直球，然后如果说中间有的话，我就打斜拳，打斜拳就好了。当时那个打不错啊，怎么走到跑去后排？三柱要得分啊！哦，然后哦，今天是配合三柱的，然后是那个他的中文名字叫。英文名字改成我吧，神猪了吗？对啊，是叫神猪。哦，仙度跟神度差很多哎，差很多。那你说你只要被换的对话已经被录了，没关系，我不会说你是 Ricky。啊，原本今天要帮你找那个老手的，但是所有人都自己先找好过来的，就没有散户了。主要是刚刚是 uncle 被三叔偷了。哈哈。他本来是不行，没有啦，原本就是来的时候都没有那个散户啦。啊，那个小叔蛮可以。原本是小叔来的话，小叔说别人很会来，就是慢十点才会来。对啊，他突然间有事啊，这个传球很帅哦。哎呀！太华丽！小叔 ！Oh my god！ 要出来了！太华丽 ！Oh my god！ 我要。
大声又变强。他应该上次练太凶，有休息一下子，现在又忽然间又变强。第二段时间重音过度，那我来台台词，因为我没练打。他那个人偶的 pin 被他打到断三级，两边，是里面的那根铁，人偶还没断呢，是里面的铁断了三级。今天都是铁血。